由上帝的慈爱赐福给我们这对美好的姻缘，让我们的这一对新人能够牵手一生。各位在座的嘉宾，各位亲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出席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五六联欢喜宴。在喜宴的开始，我邀请来宾朋友们请就桌，但是要用你们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角主角一起来步入会场。DJ Music Please。首先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吴培信、张月仙、抗力步入会场，请新郎哥帮帮忙，我们让他看到我们的这位长这位长辈在一起，再次牵上他们的手走进我们的红地毯。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新娘子的妈妈，由我们的新娘子的哥哥牵上，慢慢步入会场，邀请我们刘薛丽女士，还有我们的刘贤德先生牵着他妈妈，慢慢的款款的走进我们的会场。来宾朋友们，各掌声送上，祝福朋友们，因为我们代表你们的出席，也是见证我们这对新人的姻缘。再隆重掌声，我们来欢迎我们这对新人，也就是我们新郎最潇洒的卢庆丁先生和我们的刘贤兰小姐走进我们的会场。来宾朋友们，来吧，隆重通过的掌声送上。我们看到我们的这对新人春风满面的真的非常羡慕，让人家非常祝贺的这对新人，看到我们这对新人手牵手心连心，代表他们的爱情远远的进步提升起来。我们就邀请了这位新人慢慢的一步往上摊牌走上，一起来共庆我们新婚蛋糕，代表我们的爱的生活，甜蜜的温馨的生活，现在正式隆重开始。漫长的岁月要靠你们两位携手相连，来创造更幸福更完美的家庭生活，请拿起小刀，一起切下您的美丽的开始。掌声祝福新婚快乐，永结同心。好，当然准备了这么好美好的蛋糕，邀请你们这对新人来先享用一口，好吃的话等一下分享我们来宾所有来宾朋友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喜悦。新郎哥，用你那温柔的手付出你的爱，对你的妻子许下你的诺言，为他好好照顾他一生一世，很爱他，直到你老公这样很好，可以了。然后你拿起另外一半，大可以多点，手借借，再来。放过心的，好，我教你，希望以后你老公多疼你多爱你，你有做错事情啊，不要骂你，把一口气把它塞到他嘴巴，叫他一骂你就要叫他闭口，多爱我，嘴巴开得大，哇，喜欢老公叫他照顾你啊，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我们的新婚乐团的牧师谢在娟，为我们为这对新人做祝福以及谢放，今天晚上的谢放祷告，请大家来宾安静片刻。
帮我们这时候就一起跪着站在大家面前的这对新人献上我们最衷心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晚上欢喜快乐聚集在这里，因为今天晚上是吴家与刘家结亲的好日子，我们愿您自己带领这一对的新人，因为您自己过去带领他们彼此认识彼此相爱，今天早晨他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彼此的相识，主啊，我们要继续为着庆丁与贤兰交托在你的手中，愿您自己的爱继续进驻在他们的心田里，让他们从此之后所指示的婚姻家庭生活能够继续因着您自己爱的缘故，能够彼此互敬互爱，让他们的爱能够越久越深。主啊，祈求您自己带领，让他们的婚姻生活能够幸福美满。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承蒙主人家邀请款待，让我们聚集在这里，愿您自己也赐福桌面上的食物，让我们吃喝都有健壮的身体，让我们跟主人家分享他们心中喜悦的同时，让我们也彼此的鼓励，在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爱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也可以幸福美满。主啊，我们愿将以下在桌面上彼此交通，今天晚上一起跟这对新人欢喜快乐的时间恭敬向你交托，祈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所求的，阿们。血红光千蓝花，加上我要请大家慢慢的享用。